原标题，这件举世罕见的古代顶级奢侈品竟然藏在泸州泸川碑里。春光好，诗书万卷皆春老。之前图书馆探宝小分队探寻过省图书馆、川师大图书馆，这次我们又走进了离长江不远处的泸州市图书馆。戳图片看专家解说，视频先来看看它亮闪闪的履历表。泸州市图书馆出生日期，上世纪50年代初曾用名川南人民图书馆。资产情况，馆藏有10万余册文献古籍，其中包括善本3000册、碑帖拓片1200件册。奖惩情况，入选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。在这座优质图书馆，你有啥最值得逛的呢？这里的三大宝贝，请记好：妙法莲华经。大家还记得中学时的经典背诵课文刘禹锡名作陋室铭吗？可以调素琴。阅金经里面提到的金经是什么样？泸州市图书馆镇馆之宝妙法莲华经就是一部真资格的金经。馆藏的妙法莲华经未有明代写本，现存5卷共639页，非全本。第四卷的一半及第七卷早年也遗失，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多部妙法莲华经入选，但泸州市图书馆馆藏的这部十分独特，堪称三绝。它的三大技能点分别是泥金写本、求音画像、董其昌题志。我们来挨个看看。第一绝，整部经书都用泥金写成。泥金就是用胶条和金粉，而所用的纸也是用滇蓝染料染成的瓷青纸。瓷青纸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，是当时最为珍贵和昂贵的纸品。可以看出这部经书完全是不计成本，从纸到墨都使用当时最顶级的，果然是河洛之友。这样的泥金写本传世至今已极为罕见。第二绝，大画家仇英绘制经变人物图，唐伯虎。大家都知道吧，仇英正是与他齐名的明代无门四家之一。仇英传世作品不多，但都十分珍贵。多年前他的作品在市场上被拍卖，价格都高达数亿美元。再者，不经书的卷首就有其亲笔绘制的经变人物图，比例刚健，线条流畅。画中世尊为诸菩萨说经，四众围绕，严肃庄重。为了不破坏画面整体结构，求英在画面中下部一处用小字署款石赋求英绘制。小编注：石赋是求英的字。第三绝，董其昌亲笔题志。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位居高官，虽然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，但他的书法艺术成就的确是不容置疑的。后世的康熙皇帝等都是他的书法的粉丝。在仇英绘制的经变人物图后，就是董其昌的亲笔题志。他的用意是希望广布佛典。这部经书上题志是董其昌59岁时所题，当时应该已经达至新手双唱境界，笔法劲秀，有书风高古。南沙先生文集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都有谁，排在前列的肯定有这位明朝皇帝明光宗朱常洛，年号太昌。这位天子在位仅仅一月便驾崩的，历史上也将其称为一月天子。太昌这个年号也仅仅使用了1年，这位皇帝只有短暂的在位时光，他如何在后世留下痕迹呢？明太昌刻本《南沙先生文集》证明了这位皇帝的存在。南沙先生是明朝时期四川自贡富顺仁雄国馆藏未全本，共8卷，是由他的后人整理刻成的。在首页上清清楚楚地写道：太昌深耕雄国，在明朝嘉靖年间中进士，在京任职，与杨慎等共同被誉为明朝西蜀四大家，也被称为嘉靖8才子之一。后来因为得罪皇帝，皇上一生气就将他罢官流放回西南了。熊果跟杨慎俩人也是好朋友，杨慎住在泸州期间几次专程到富顺拜访熊果，两人一起泛舟游湖，饮酒赋诗，传为当地佳话。
朱德在卢藏书护国战争时期，年轻的朱德曾驻守卢州五年，期间他广交当地名士，阅读搜集了约四五千册图书，如今这些书籍中的一部分就在卢州市图书馆里珍藏。在馆藏朱德藏书中，一个高约两米、宽约一米的褐红色的书柜样式十分独特，书柜分为不规则的24个，里面分别存放了24省的24种书籍，这正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整套《韩芬楼24史》。卢州市图书馆现馆藏朱德在卢藏书1609册，主要为清代末期的课本及民国时期影印本等，全部是朱德在卢期间所留下的。在每一册书上都盖有一垄朱氏藏书和德字玉该两方印章。从内容上看，朱德藏书种类十分丰富，经史子集皆有，尤其是古代经典文史哲类，可见其涉猎广泛。其中部分书籍上还有朱德阅读时留下的批注，其中一本胡文忠公证书上就留下了朱德在阅读时留下的笔记，例如带领先筹想等等，彰显了早年朱德的军事思想。看完这期卢州市图书馆三大宝，大家有啥心得想分享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川报观察记者吴梦黎，实习编辑毛竹，局教队马彦林审核黄影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